宣传，要在你家这所在点亮阮爱，洗下阮姐妹死的啦！定亲乃是反亲的意思，是上转到来，这么忘了这个反亲的大业，所以阮姐妹死的人平常是清廉不洁。放第三一日会当来帮助定亲啊！忘唔对，受咱姐妹自细汉训练全身功夫，希望娘子一日翻身复明。又过小妹怎样啊？姐姐啊，定言要来甲你交代，你个性思想真冲动，你真懵懂，出到外面虽然咱要来献结忠义，又过万事的我也着小心细腻。不管遇到什么大风小事，你才以姐姐参详，只能在行动。我知影，姐姐。虽然讲平常时我的个性比较较冲动，做代志嘛较冲动，但过我嘛知影，别项代志拢爱听姐姐的话，你放心啦、啊。既然是如此，不过大建议你有谨记就好。不如咱前往头前再行几步，准备来去走啊。既是如此，